澎湃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又来爷爷小卖部砸金蛋了。我去，太牛了吧！哦，中了，我上电视了。我去，中了，兄弟们，中了，中了！兄弟们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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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完了，出大事了！爷爷小卖部，爷爷小卖部要倒闭了，爷爷生病了，可能要搬家了。小伙伴们，赶紧去看一下爷爷那边怎么回事吧。爷爷发信息给我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小伙伴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让爷爷去你们学校去开小卖部，好不好？你们欢迎爷爷吗？你们嫌弃爷爷吗？你们会支持爷爷吗？你们会喜欢爷爷吗？你们会喜欢爷爷？打出这个词是支持小卖部的好人。爷爷小卖部的卡包吗？现在咱们去爷爷小卖部。我去，怎么回事啊，小伙伴们？爷爷不得出来了，小伙伴一定小黑板把这东西。小伙伴们，怎么办呀？这是谁干的呀？爷爷也太可怜了吧！小伙爷爷出来了，不得出来了！爷爷小卖部被小黑粉给堵住了。好吧，咱们把这给拿开了。小伙伴们，爷爷看到我就抱着我哭了10分钟啊！爷爷说，真的小卖部开不下去了，真的很多心酸，说也说不清楚，真的就是太难太难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你们是还会喜欢看爷爷的这个小卖部？如果不喜欢看了，我让爷爷倒闭吧，不要开小卖部了。你们小伙伴，你们说爷爷小卖部倒闭，你们答应不答应啊？爷爷真的很难受，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迷茫了，迷失了，放心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咱们来支持一下爷爷。你们喜欢，我们再看一下爷爷的这个小卖部，好吧？什么都有，很多的卡包，看到没有，很多很多的卡包。现在生意也不是很好，每天也就个糊个口吧，吃个馒头啥的，也生意确实不是很好。哇，这是一本英雄对决的卡册吧，小伙伴们，好吧？我们今天是来砸金蛋呢，还是来干嘛呢？小伙伴们，是砸金蛋，还是爷爷这边有套圈圈，还有这个抽这个动动乐啊，还记得吗？非常的好玩，还有这个刮刮乐，还有4周年啊礼盒啊，黄金卡包，什么都有。小伙伴们，爷爷这些的东西，小卖部东西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好吧，咱们开始来玩吧，支持一下爷爷，让爷爷不要放弃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让爷爷去你们学校去开小卖部，相信你们不会是小爷爷的黑粉吧？来，咱们来玩两次吧，这个是10块钱一次，咱们玩一个金蛋，然后再玩一个。哎，锤子呢？再玩一个刮刮乐，好吧，好吧，小伙伴们就开始砸金蛋了。小伙伴们，澎湃的心，颤抖的手啊！小伙伴们，你们是支持爷爷小卖部倒闭，还是开业呢？支持爷爷小卖部倒闭吧！爷爷小卖部倒闭，你们答应不答应？好吧，现在开始砸了。哎呀，我去，太牛了！就喜欢这个八嘎脆的声音了，真不错呀！哎呀，这里面有两个纸条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小伙伴看一下。哎呀，是空气，什么都没有。第二个，哇，这枚盒4周年，兄弟们，不是吧？我不是，太牛了吧，兄弟们，太开心了！我真高兴啊，兄弟们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哎，兄弟们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的亲娘啊！我去，妈妈，我中了，我上电视了！我去，中了，兄弟们，中了，中了，太牛了吧，兄弟们！我去啊，兄弟们，太牛了，中了一盒4周年，你们说我是要还是不要呢？小伙伴们，我考来考去，我还是不要了吧？你们说我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？因为爷爷不容易，我总共就花了20块钱，总共才花了20块钱呀。就拿爷爷的一盒4周年不合适吧？好吧，让爷爷换，随便换点卡包给我吧，我也不要他的4周年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是做的对还是错呢？哇塞，不能要，不能要，不能要！真的是让我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感动到哭啊！小伙伴们，爷爷决定就是拿这么多卡包换一下吧，好吧，我不要爷爷的4周年了，爷爷4周年让他卖吧，好不好？4周年这边有啊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让爷爷去卖吧，好吧？因为爷爷也不容易，如果我拿走一盒4周年不合适。小伙伴们，爷爷真的都快倒闭了，真的眼睛都快哭出来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让爷爷去你们学校去开小卖部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今天看一下爷爷给了些我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很知足了，总共才花了20块钱，我中了一盒，换了一盒炫彩料，还有这么多的卡包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现在咱们回家去拆卡吧。哇塞，今天整理了一下卡，这些都是我的一些重复的卡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这么看看，猜一下这里面是什么卡？一定猜不到吧？好的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去你们小卖部去买卡包，好吧？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今天我在爷爷小卖部，你们还会喜欢看爷爷吗？真的，爷爷太不容易了，真的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感动到哭啊！爷爷人可真不错呀。今天在爷爷那边中了一盒4周年，可是我没要，你们说我是做的对还是错？然后跟爷爷换了一些这些卡包，这样的话爷爷会少亏一点点。好吧，我们来迪迦哥保佑，希望能拆出好卡吧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去你们学校，让爷爷去你们学校去看小卖部，你们不会捣乱吧？你们不是爷爷的黑粉吧？哇，爷爷还给了我一包的炫彩六啊，这是，看看能不能出好卡吧。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，还不错，一张德凯的 LR 卡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喜不喜欢这张卡？哎呀，一张G28的一张，哇，一张绝版的，哇，小伙伴们，这张卡还不错哟。还有一张，哇，小梦的一张 LR 卡，哇，这张卡喜欢吗？真不错呀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支持一下，感谢支持。希望我能开出好卡，希望我早点实现卡界天王的梦想，希望爷爷小卖部不要倒闭，好吧？哇，又是一张 UR 白金卡，
我又是拼图卡，我真不错呀。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